来到巴拉格比，传说有一种美丽的神兽，他们生存这里，生活在山坡，就在草民家的隔壁。他们有愉快的眼睛，好像生活总不乐意。在这里一年四季不变都吃过草，干旱的环境决定这里雨水没有多少，但是坚强的草泥马群居这里，一群群装点着美丽的巴拉格比。这里的草泥马其实分为三种，趁你还不会骑马的那是犯冲，草泥两次的那笔叫做狂草泥马，只有不足最厉害的骑手才能骑它。热情好客的草泥两次接待了我，来到了牧场，大家围着篝火欢迎着我。甘甜的草泥马奶，美丽的姑娘，英俊的草泥两次弹琴陪我歌唱。唱呗，来嘞！说他们。